Hello，宝宝。Hello，你们猜我们现在去哪儿？今天我们全家都去砍柴去了，我和宝宝在家。宝宝已经受不了一个人在家了，然后我们就赶着来了。我给他们送吃的，我带了橘子啊、糖啊、水啊，给他们送吃的去。宝宝去不去啊？他好开心，他只要出来玩，他就特别开心。因为砍柴在这个路边上，所以说我们就在路边玩一下。走，我们去看看。走喽，宝宝。他一个人玩着好开心啊。宝宝从家里拿了个糖，现在还拿着。看，沙滩车都在那里，应该就在这里了。但是我都没有听到他们的声音。600来迎接你了，宝宝。呀，600来了。咦。呀，宝宝，你看到600了没？在里面那里砍柴。Hello，快来吃糖哦！我拿了橘子，拿了糖，还带了水哦。快来哟！你来干什么？宝宝，你看他是谁？他看到你就哎，你来干什么？啊，是不是砍柴？你帮我砍柴好不好？啊，他看到你好开心。你去砍柴好不好？啊，喝水喝水。我下面是百宝箱，好多吃的。宝宝，你看外婆来了嘞，看傻了吧？扛了一扛柴，看我宝宝，你看我宝宝看傻了。宝宝，你叫外婆了，外婆啊！哎，阿西阿西，阿西阿西。嗯，外婆来啦！嘿嘿嘿！哎，啥？等我上来的了，我怎么上来的？可以的，哎呦，沙滩车都被你搞散架了，大哥。腊猪蹄，要吃的快来哟！是不是觉得还是我好，又不用砍柴，又有猪脚吃？这个比砍柴还辛苦嘞！啊，是吧？是不是啊？是不是啊？烧一下猪蹄。
这个可以吃了，准备吃晚饭，这一锅，这一大锅。宝宝的等睡着了，等累了，已经开吃了啊。今天砍柴辛苦了，多吃几块。那真的是你家会查的，咱查的。其实他是磨洋工的那一个，还有你拍视频的那个，两个人磨洋工。真是磨家得磨洋工吧？哦，快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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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了，马上就来，你们先吃。